美食不选错，排列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啊。现在上午10点钟，快吃中午饭了。今天买点羊肉，我这个厨艺啊，这么好的厨艺不能荒废，对不对？要不然那个在五星级饭店干了这么久，不能流传下去，那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。先买点羊肉，废话不多说。马上过年了，你看这个味港菜场人好多，卖窗帘的，卖那个东西的，人好多。哦天哪，在这个买点羊肉，他说在车子里了，好多人还在排队。老板，羊肉怎么卖的？羊肉38了。我搞个50块钱左右的羊肉，老板。50块钱左右的羊肉。对对对。再过过过再过。今天买了点羊肉，方便面。来个炖个羊肉，这个大厨的手艺不能丢。方便面，来个炒方便面，绝对经典的炒方便面。来点这个羊肉啊，好长时间没吃羊肉了。今天随便弄弄，再来个炒羊肉啊！我说你的钥匙就给这两个东西。就料酒给它去去腥，来点大蒜，啊不是生姜，说错了，来点盐，方便面烫一烫，正好一锅端了，正好吃了，我们再泡。这辈子遇见你，乐乐不哭泣，来一个泡面吃，来一个羊肉吃，今天这日子过得可以。谁说不可以呀？哟，说明他不服气。漂亮，羊汤加羊肉，面条一吃，哎呀 ，very good。羊肉面吧，就等于是，方便羊肉加一点羊肉汤、面条、火腿肠，弄点花生米，简单小吃一点啊，简单吃一点。小康的水平了。第一口，先敬网友，还是那句话，浅尝不去酒啊，这是啤酒，尝一点点啊。啊，过瘾啊，过瘾过瘾！浅尝，来点花生米啊，经典。嗯，下酒菜，好东西。嗯，泡面，这样吃最好。为什么这样吃？可能半干不干的，我最喜欢这样吃。要不然泡的太湿了就不好，就跟面条一样。这个羊汤真化掉了，太干的话就跟硬面汤硬面一样，那不好吃。
半干馍。你看这个肉，老铁们，来一块啊！快过年了，也给自己好好的慰劳一下自己，是吧？辛苦一年，虽然没赚到钱，但是一定吃好喝好。哇，这个羊肉，哇，太香了！不要不要的，你看这肥肥的羊肉，老铁们，来，进网友，老铁们，你看这肥肥的羊肉，这辈子遇见你，属实不容易。真漂亮！你看这羊肉，这是最好的，带肥带瘦。这为什么？炼一下肉，然后再炒一下油去一去，香得很。今天这个羊肉这化掉了，哇！此时此刻有没有女人都无所谓了，这才叫真真正正的羊肉面，你看到没有？这羊肉比面都多。好香！哇，真的好香，我觉得。真香哇！好了，兄弟们，吃完喝完，咱们聊聊天，就关于朱姐帮我介绍对象，我介绍对象这个事情。朱姐不是帮我介绍一个58岁的阿姨嘛？然后呢，这个先不说，还有离过婚的、带孩子的，还有小姑娘。很多人说啊，熊二，你这种条件最适合就是58岁的阿姨，或者说找一个那个，是吧？到时候能退休金的吗？什么的？我觉得这些网友这样讲应该是跟我开玩笑的。然后呢，有说离婚带孩子的不靠谱的，也有讲说小姑娘你配不上的，众说纷纷啊。但是说了这么多，我从来没有讲过，就比如说我要找对象有什么要求之类的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啊，你看我现在，我今年是35啊。在合肥呢混得不算好，但是也有稳定的工作，一个月呢收入的话大概是4-5千块钱，学历呢也就是高中学历，之前干过很多行业，那个服装厂、外卖员，包括运输方面我都干过很多非常多的行业，也经历过不少。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啊，毕竟30多岁在农村都已经是大龄剩女了，在城市里面也是不小了，是吧？现在咱们社会主要还是看现在这个时代啊，我觉得结婚还是看经济条件很大一部分。首先这一点已经把我淘汰了，经济上面已经把我淘汰了。其次有一点，我的缺点我也说出来，就是我比较胖啊，胖呢肯定很多人不喜欢。就比如说换位思考一下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像我这么胖的女的，可能我也不喜欢，这也能理解，对吧？但是不能因为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说不能因为我们条件差，我们就可以无底线的去找老婆，就相当58岁，那就是纯扯淡，是不是？不可能的事情，我不可能找一个比父母还要大年龄的，那代沟那么大，怎么可能呢？是不是？
毕竟咱有一点，是不是？咱虽然条件差，但是咱有手有脚，吃的是自己的，喝的是自己的。毕竟现在没有啃老，是不是？而且有的时候我还要对家里面帮助一点，这一点我觉得我还是值得自豪的啊。嗯，我这个人比较简单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多好多美啊什么。去找我，咱配不上说就行了，只要能过日子就行，是吧？人不傻，能过日子，能工作，能照顾自己就行，是不是？但是绝对，但咱条件上，咱绝对不是没有底线。我跟你们说啊，58岁的，如果你要真心喜欢，我可以让祝姐介绍给你。